些年，我大大小小随了几十万，不压力太大了。哎，那你迅速举办一场婚礼，然后把红包钱收回来，干！我陈重一定找你们。性感这好办，妩媚，我戴一头套，或者把他头套摘了。真的，大哥，这是真的。这位是艾琳，我一个朋友介绍的。这种感觉，行吗？男人不能说不行。主要是好多人都不相信，这么漂亮，身材这么性感，能看着他？这是谁？他呢？有人反映你用假未婚妻骗红包。好嘞，都用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哎哎，这开始。你工资多少钱？一天一千，换两番。成交。